结婚的那年，我也逼着我自己喜欢他。后来他病了，人越变越怪，我才觉得空空洞洞的，不知怎么是好。我就只有想你。一两年了，李嫣对我就只成了一种责任。他是我的丈夫，我服侍他，我得死心塌地地服侍他。我心里是你，我又觉得对不起李嫣，你叫我怎么办？可又叫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